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来介绍《天域》。《天域》是由网易游戏制作，是一款以东方幻想为主题的 MMORPG， 在东方幻想风格的基础上，加入了科幻等元素，打造一个可上天入海的立体幻想大世界。玩家将扮演加入冒险协会的新成员，一步步解开这个世界的谜团。游戏中共有五个职业供玩家选择：核心输出的雨虚，团队中的肉盾沈唐，治愈的后盾玲珑，战神继承者光刃，全职职业的流光。每种职业都会有两种转职方向，玩家也可以制定自己喜欢的人物，包含了头发发色、脸部装饰等等，也有西部的脸颊、颧骨都可以呢，可以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物角色。战斗采用是 3D 动作类型，可以看得出来战斗画面真的蛮不错的，在战斗的打击感也很不错，可以使用闪避功能来闪躲敌人的攻击。而每种技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属性，像是单攻、群攻、控制、治愈等等，让整体战斗玩法变得非常多元。在游戏画面表现的也很好，除了本身画质之外，光影的效果也比起那些免洗游戏来说好的真的太多了。而我个人觉得表现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剧情表现与沉浸感，除了每个剧情人物都有语音配音之外，在游戏中很多人物的部分都用大量的动画去展现人物的个性，如爱打架的杨无一，或是赌徒姑娘梅远丁等等，都让玩家更能融入在游戏当中。而目前游戏是入版上市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。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天域》，那是由网易旗下的东方幻想为主题的手机游戏。好，那它是一款 MMORPG 类型。那也是一款比较开放大世界的幻想游戏，不过它的那个背景的部分是蛮现实，又带一点点科技的那种幻想古风东方世界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外面那个海的部分，感觉画质是真的很好。我们先走走看啊。那其实很多职业，然后我是故意选一个女生，其实男生感觉没有那么帅啊。哇靠，拍一下照。目前非拍照模式，靠！我不知道我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画质真的很好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？其实我蛮早之前就想介绍这款小酷酷，不是这款游戏，但是它从未上市到上市，然后因为目前也是在那个陆版而已啦，所以如果有台版的话，我是觉得还蛮期待的。哦，画质真的很好。好，我们直接跟着剧情开始吧。穿什么好？不穿好了，白的好不好？白的啦，我觉得白的比较漂亮。那先说一下，我认为，换一件吗？我先说一下，我认为这个游戏跟那个之前的叫什么《幻想龙族》的状态是真的。那我们穿白的好了，是真的蛮接近的那种风格，包含它的色彩啊、状态，算是蛮让人期待的一款大作。那我是等到它上市的时候才有时间来做。不过台版目前还没上市，不过它上市了，日版上市也有一小段时间了，所以台版应该也是有机会的。我现在走路有点慢，还是它本来就顿顿的？哦，它整本来就顿顿的啦。是啊，不过不是东港，而是西侧港口。小海真笨。哇，画质真好。而且它我记得它至少有10G耶，蛮大的耶，因为我还在下载，所以我那个速度会稍微慢一点。什么？
去甲板上，就当是试炼期的练手吧。面向设定，靠近自己的好了。智能镜头好了，我们用智能镜头。智能镜头啊！哇靠！你们手，我现在手机有点在发烫啊，所以真的需要很好的画质啊。哎，等一下啦！画面躲掉了。我靠！喂哟！画质真的还不错，我应该早一点介绍给你们知道。好了，你们就点到为止吧。是有钓鱼吗？那是装备。话说回来，啊，当然是变强，变强再变强。我靠，两根长超像的。最厉害的冒险家。可是我右边那一个。说的对，力量就譬如龙翼红会长，他曾向风暴之海扬起刀锋。传闻中，会长大人。不过冒险正如传奇般的禽兽师前辈一般。亦或如近来声名遐迩的，所以说啊，他想要的是力量。那么你探索世界真相，去看未知的远方，未知的远方好了。真是有，看来你们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前方到站苏兰古城，船只即将入港。这游戏我觉得会花蛮多时间玩，因为我觉得它太剧情部分做得很细腻。为什么有一个大熊？苏兰城，苏兰城。素兰口，那如果在这个素兰城的海港遇到了珊瑚礁，就变成素兰礁。为什么到处都有这一只啊？不管是粪盖还是原石盖，都有这个。哦，天域。我们继续故事剧情，到现在只有一场战斗而已。我在处你这种假小子吧。哎，两位，这位是新交的朋友，烤几串三熏鳗鱼。真的，真。我请你吃早餐吧，小严。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。我还要坐船呢。哇。好像真卡怂哦。冒险家协会在哪里？在东方。看，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。这个吗？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。到了，几位请下船。几个月不见，
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啊。星巴克是星巴克吧？星巴克更热闹了。请进，三位想吃什么？和以前一样就那就好嘞。情侣套餐一份，三须鳗鱼一份，蟹黄汤包。哦，还要坐着跟他吃。告诉你个小道消息。小胡说，好像随便走走就。每次试炼之前，苏兰城中都是近来声名最盛的秦少师前辈的传说。当然了，他曾经是最有希望晋升。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给吃好了。哇，等等，剧情好慢。不急，汉城教授，那赶快让我去啦。不啊，不错，礼物就麻烦你了。好了好了，跳过了跳过了。白鹿酒那个太久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。哦，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。呜、哦，桌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，过去看看。休息时间休息时间，如有要事，请进入内厅。好了，我们进入内厅了。内厅是哪儿？防护措施，感觉就被打飞之类的。他竟然有背着那个行囊。真的，你们大爷懂的，好可爱。还有现场直播。好好新哦，好新的游戏哦，有一种小说感。哦，这是拍照的。蛮有趣的，他在营造出就是这里很热闹的一个氛围。还要把一些人的性格都营造出来。早上好，是客人吗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？白鹿，会长发威了，散了散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试炼，请不要紧张。这是因为本次报名试炼，拜托，我可是先天满魂力耶。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。啊，结束了。我刚才在试技能呢。拜托，我可是有故事的人，有故事的人呢。这个是用水晶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的灵。可恶，就不能让本大爷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。是个很有谁能管？另外两种想知道的话，试炼的时候还有一件事。放下礼物。白姑娘，你还在这里啊？
刚才一本正经的提醒大家的人是谁啊？是会长哦，骑士阁下，以及这是给您的礼物。药剂。哦，南哥和夏言回来了。谢了，女孩子恋爱之后果然不一样，夏言那种大条妹子都这么细心了。好了，阿笑，麻烦你带她去档案部吧。档案部在这边。以及白鹿姐姐，压榨未成年人是不服。那场海难之后，海难她就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经历过那样的事。哦，我们要跟着谁走呢？实在所难免的吧。半年前，小妹妹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。听到冒险家行贿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半年前，夏言姐姐出海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为夏……难怪她的身体状态……那当然了。后来你知道的，夏言姐姐爬登记表来了，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。二三三。谢谢。不需要。说的对，在试炼开始之前。清风。嗯。只剩子慧没。谢谢。不要紧，我也没有什么。那么就拜托你了。如果找不到人，试炼时再。哇，好可爱啊！没关系。哎，他那个地图画的好可爱啊。比起这个，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。又要走故事剧情了。是白鹿姐让我来挑一头驼兽啊。那都在这里，你可以选一头。那白的比较可爱。我又好好照顾他们。白的比较可爱。白的。哇。跑超快，在干嘛跑超快。赛车游戏哦，韩大哥早安。那个，抱歉，请稍等片刻。捉螃蟹，钥匙，来帮忙捉。我懂了，这就是生活处处皆修行的道理吧？我也来一起转，还可以解锁更多的技能呢、啊。后期才有办法。好，哇，多了一只首领级怪物。来了，快抓住他。闪啊，海洋大海干掉你。咕噜噜。45-60度。想攻击帝王蟹背后 18.1062 度方向。是1062的方向。好。收到了。还有人，
先清理沙滩上的小蟹，请稍后。好了，五两蟹肉刺身分你二分之一，这味道啊最为鲜美。哦，找我有什么事？银铃香辛料。是的。船上，换作是我，经历过这种事，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。然而，他竟仍未向大海屈服。